啊，累死了，走了一天，被赤焰害死了。这个世界很危险，我们必须日夜赶路才行。接下来又爬山又下水，全程没有休息，这样我会挂掉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摸黑前进会很危险，不如我们就在这里扎营吧。好，我赞成，休息去喽。嗯，小星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用之前遇到的怪兽那里拆下来的零件做骇入器呢。骇入器？什么是骇入器啊？骇入器就是指能入侵计算机系统的机器，只要我们能骇入怪兽的电脑中枢，那天网知道的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我们也能知道了。这么说我们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。嗯，太棒了小星。嘿嘿，那当然了。说吧，在你面前站的可是谁呀？宇宙蠢蛋星。喂，揍你们啊！小看我，只要是机器，我就能入侵给你们看。啊，你要机器？那边就有一台啊。是天网的神兽啊！大家小心。嗯。哎呀，这家伙还挺温顺的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嘿嘿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现在就把骇入器拿过来尝试连接进去。不过这神兽看起来应该是天网忘记把攻击指令输入进去的吧。中招了吧，攻击指令我只是没有启动罢了。这可是我最新研发的山海神兽土楼，别看它温顺，只要你们再接近一点，我就按下这个按钮，他就会立马狂暴。哦，不愧是老大，我和老大一起组装土楼是完美无缺的。什么你和老大？昨天晚上可是我和老大在通宵组装啊。你只会拆东西，哪会组装啊？昆仑之丘名曰土楼，生四角，喜冲撞。司徒乐，你这次完蛋了。是我错觉吗？刚才这神兽好像发怒了一下呀。小星，是你让他不高兴了吧？哎，怎么会呢？你看我，这只机械怪兽根本不凶嘛！你那算什么？我才厉害呢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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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是个小孩子，一个充满魅力的成熟大人，早就不玩这些了。整天喜欢坐玩具车的人，没资格说我好吗？我那是大人的乐趣。哎，土楼怎么不听使唤了？我的土楼是最完美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大，看来昨晚肯定是大笨组装时把零件放错了。什么？你，肯定是大傻了，他经常忘东忘西的，还把零件弄坏。别笑。老大是大呆做的，自己承认了。
取完毕。让我看看。哇、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凶啊？你好啊。乐乐，小心身后。小心，还说你是计算机高手呢，怪兽都被你害出毛病来了。这跟我做的骇入器没关系吧？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啊。都别吵了，这怪兽冲撞的力量太可怕了。乐乐，召唤盔甲吧，要小心，千万别被它撞到。好，钢铁飞龙神兽武装。是牛是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果然像麦给说的那样，这怪兽力气太大了，只能躲开了。这只怪兽攻击性非常强，又非常暴躁，和它刚开始温和的样子相差太多了。对呀、我在骇入他的时候超乖的，还给我洗脑。骇入？哇！突然间变得这么凶啊！对了，骇入器。最开始怪兽快要狂暴的时候，小心进入了骇入器，怪兽才没有狂暴呢。现在怪兽的狂暴也是在拔掉骇入器之后的。如果骇入器可以停止它的行动，这样就可以靠近他的身边了。大笨牛，这里。刚刚把我甩下来，吃我一记菊花残。
居然是骇入器搞的鬼。不对，他们的骇入器怎么可能侵入得了我本天才做的机器呢？我的机器可是装了防火墙组件的呀。老大，不是我，我负责的不是那边的组件啊。老大，也不是我呀，我昨晚可没有帮你组装零件呀。那到底是谁？果然是你，你这个蠢货，竟然把防火墙拆下来，难怪土楼给控制了。别跑，站住！老大英明，继续走大呆吧。你们监工不力，都一起走。这里看上去不错，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扎营吧。太好了，我可都快累死了。每次到这个时候，我都无比想念我家的沙发呀。别唉声叹气了，还有活干呢。什么活？刚刚不是说在这儿休息吗？我只是说在这儿扎营，可没有说休息哦。就是啊，营都没扎起来，怎么休息啊？可我不知道怎么扎营呀。放心吧，乐乐，就交给我们。扎营培训课现在开课。烧火木材的选择是个很大的学问，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烧，要很仔细地找到合适的才行。这个太粗了不好烧。这个太湿了点不着。这个烧吧，我赞成。喂，接下来到我教你扎起帐篷了。先铺地布，穿骨架，立四角，最后铺上帆布，完成。铁拳，你好厉害哟！其实也不算难啊，乐乐你也试试。好啊。先铺地布，穿骨架。立四角。最后铺上帆布，完成。这根本是乱搭的吧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钻木取火了。啊，这个我看过，用双手摩擦木头，利用热力点燃取火。对的，乐乐真聪明。哼，这可是太简单了，看我两三下就把它点着。乐乐别放弃啊，这本来就是份苦差啊。太难了太难了，我不要弄了，这样下去弄通宵都弄不出火啊。是火是火啊，哈哈，我成功了成功了，啊，是火。啊，这也行。火，竟然还有这种起火的方式。老大，你在干嘛？干嘛？我没干嘛，啥事啊？老大，土楼的修复升级已经完成了。知道了，快去准备，我马上就出击。是。也许这是唬人的，根本没用。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。我果然是天才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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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果然是天才，啦啦啦。老大，你这是做啥呀？嘿。
我能不耐烦了是吧？快去准备出击！是。啊，终于搞定了！这样我也算是个资深的野外冒险达人了。嘿嘿，我是泰山。哦哦哦！那我就是森林之王。喂，小心，干嘛骑着我呀？快下来，下来！乐乐终于会自己扎营了，就当做一次人生经验吧。未来的乐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是天网神兽。轻松自在的露营，这下我可不会轻易的放过你。可恶，居然破坏我的篝火，我才不会放过你的。神兽行星机甲召唤。应付才行。终于搞定了，这样我也算是个资深的野外冒险达人了。嘿嘿，我是泰山。那我就是森林之王。喂，小心，干嘛骑着我呀？快下来，下来！我好痛啊！我下来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哼，只会躲来躲去，我不会再失手的。能量脚，嘿，就让我做一次森林之王吧。嘿，嘿嘿，乐乐的坐骑。可恶的司徒乐，快下来，下来！痛啊！前面是石头呀！快停下，快停下！既然你这么喜欢撞人，我就让你一次撞个够，冲吧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哈哈，好机会！
大家快过来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地图。难道是这个山海经的地图？没错，这是在土楼残骸数据里发现的资料。地图显示，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天王的老巢——扶桑神庙。太好了，马上就能够回家了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呀？咱们出发。